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早晨七点零六分二十八秒啊，来，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弥勒熊熊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儿聊电影。熊哥早安，呃，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哎，我们有没有两个月没见了、啊？ 没有啦，你在这露馅儿了。哦，是是是是，我这是现场，这是真的现场。是啦是啦，哎，可是哈，我们真的觉得最近这个这种类型的电影实在太多了。应该说一直都有，哈，对，一直都有。是，但是就是说成绩好坏就是见仁见智的样。对对。我我们为您列举一下，五月份有上演这个呃小美人鱼，对，从前是多么经典的动漫哈。 那个漫画改编的电影，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好可以跟今天要讲的这个芭比啊，可以做对比、嗯、哦，芭比，天哪、啊！我因为因为芭比它这个电影里面呢、啊，嗯、就这边就还没看嘛哈。嗯、但是它里面主要是谈到就是说，好，芭比跟 Canny 嘛是一对嘛。嗯,嗯嗯。然后他们来到人类世界，嗯，因为因为那个芭比到了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觉得。 自己开始跟以前不一样，嗯，譬如说他睡不着，啊、譬如说他觉得东西不好喝，然后什么什么，好、啊啊，然后回到来就是透过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来到人间。啊、<哈>那来到人间之后呢，Kenny 呢，嗯，就是在芭比，对，在芭比在忙的时候呢，嗯、他突然在图书馆里面看到了，就是有那个父权的书籍啊。 所以，他把父权的思想就带回父。父权是妇女权益，不是父，还是父亲？父亲父,父,父权，哦父哦哦、是就是就是就是大男人主义，嗯、<哼>就带回那个沙文呐、啊，对沙文主义，带、嗯、<哼>回芭比的世界。哦，但是呢，像小美人鱼，我们刚才提到，为什么会讲，嗯、就是小美人鱼，她就是完全一呃一五一十，全部都按照着那个旧的那个的、那個、对。 呃，所有的呃经典的画面啊，什么、oh. 就是就是都不敢跟跟动嘛，<對>他只有跟动一个，<對>就大家最受不了，就是说把女主角换成是黑人哦。Oh. 那我觉得其实换成黑人也没有关系，是因为也没有人规定说小美人只能只能是白皮肤嘛，对对对。對,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我觉得重点还是在说美不美，嗯，就是说拍出来的效果好不好，嗯嗯，嗯嗯你你应该有看到那个预告片里面那个就是。 呃，水中出浴的那嗯嗯嗯嗯那那个不是很漂亮吗？對對對對就 slow motion 这样子嘛。對對對對但是呢，不晓为什么小美人鱼新的那个真人版的美人鱼这个美术设计，居然帮他那个 settle 了一个一个那个雷鬼的那种黑人变，<laughs> 然后黑人变比较粗嘛，啊、嗯，所以你一甩的时候就变成很多一根一根的东西在那边，嗯，就很奇怪啊，就不浪漫了。对，然后那个。 那个水流在那个、嗯、就是那个女主角脸上，对，就好像脏脏的这样子。<laughs> 没有，这我我们回到这个真人改编的电影这些话题上面，尤其是刚刚熊哥所提到的《小美人鱼》这个电影，其实很多我我的朋友啊，在脸书上就会分享说，<laughs> 奇怪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对，真是受到惊吓，然后感觉像是个灾难的感觉，好像，但是我们今天是聊芭比，刚刚、嗯、熊哥告诉我们说，芭比其实，哎、欸，其实芭比只是一个娃娃，它没有动漫。 其实有，其实后来发现有，uh huh. 对，只是我们看的太少。哦、uh，huh. 就是在在美国，它是一个一个类似像那个影集那样的东西。Uh huh. 就一从一开始有有有这个芭比娃娃之后，就<是>他们就是等于是一个商业上面的贩售的方法嘛。呃、uh，huh. 所以周边产品非常非常的多。嗯、uh huh. 嗯，真的真的，我我们收收集到一些芭比的一些资料啊，这个呃，当然片商会说这是你暑假不能错过的暑假强片了啊。那么这个女主角啊，女主角就是马格罗比啊，其实她。 演过这些很多有名的片子啊，这个其实选他的时候我有点惊讶，为什么？但是看完电影之后会觉得哎，蛮贴切的哦，因为她是有点反骨的女生，你不觉得吗？她演那个小丑女，对对，就是有别于我们所看到的女性的角色啊，你不觉得吗？对对对，然后然后这个雷恩·格林斯啊，这个他也是一样啊，他明明就是一个演专门演独立制片的的的的人啊，对，他怎么可能会跑去演这种这么大？ 这么这么商业的电影，他是上一部最受瞩目的片子是《拉拉 La, La n d 对对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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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歌舞片，大家多爱他，嗯，但是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不演，你看他。 他们就有讲过嘛，就是呃，他们曾经有有有一部片子，里面所有的明星后来全部都跑去演《刺眼玄机》，里面所有的人都跑去演漫威的电影、哦、但是就就就他就没有啊。是，嗯、然后好，还还有一位这个配配呃，另外一位主角就是上汽的刘牧刘思慕啊，对对对他也是在这个片子里面演。嗯、那这个呃导演叫做是这个呃葛<性>丽塔葛维，他曾经导过《熟女鸟》。 哎、呃，熟女鸟这个、呃、当年在奥斯卡里面，这个片子非常受瞩目，对，而且女主角也得奖了。嗯哼，嗯好啊，当然，呃，这个颠覆了这个你对甜美芭比的刻板印象的，就是这一部。 真人版的芭比，呃，票房非常非常的亮丽啊！在美国上映的时候，特别是跟这个另外这部讲原子弹《奥本海默》是几乎是一起受到瞩目。对对对，然后他们就直接把两个片名就加在一起的。芭比海默》。而且很多的导演，很多的那个像阿汤哥也是啊，都有秀出来，就是他看连看两部电影。是，对对对，票房非常。台湾的话，我在想《奥本海默》为什么会票房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加价，他三个小时，哦、他超两个半小时以上，他就加价的。<是>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就看的人人次也许没有比较多。我们下回如果有空的话，这个再来聊《奥本海默》，因为这个片子非常值得、哦，蛮重要的、哦，非常重要的，嗯、重要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明年奥斯卡里面非非常亮眼的一部片会<吧><好>然后现在就是，嗯、呃，那个导演洛兰传出说要拍《零零七》这样、嗯、哦，《零零七》。 <laughs> 我我我非常推崇他拍的《蝙蝠侠》。<laughs> 对对对，《蝙蝠侠》他可以说是尽量不用到动画，但是他说那个三部曲，那个、嗯那个、那个非常棒、嗯、啊！对对对好，哎，有点扯远了，我们来看看这个《芭比》。所以，《芭比》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部电影，然后告诉大家，最近这个真人改编的电影继《小美人鱼》之后，然后呢，《芭比》其实也受到很多的瞩目，特别是我们过去所看到《芭比》，小女生要玩这个芭比，都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形象，一个我们非常 lady 的形象。 但是在这部芭比里面，哎，这个导演还有这个编剧把芭比的整个形象给颠覆了，完全就是，她她已经不是传统的妇女形象了，是这样吗？我觉得那个皮克斯啊，嗯、自从回归了那个迪士尼之后啊，其实有很多的后来的作品都太太。 就是全家适合观赏的感觉，嗯嗯,嗯嗯，而且就很温馨，但是少了那些颠覆的东西。哦、但但是这一部啊，就是由这个美泰尔，就是这个这个母公司啊、嗯、投资的这个电影啊，嗯、<哼>他们却是在里面大表特表自己，嗯、<哼>譬如说。 哦，这个这个罗斯小姐就是创创创立的这个这个美泰尔公司的、嗯、<哼>哦，跟这个芭比娃娃这这个这个创、這個、始人之一，对不、嗯、<哼>对？她跟她老公嘛，嗯、<哼>然后其实他们在里面啊，也多多少少有讲到，就是说后来因为他们的财务出问题，哦，就是就是有一点好像利用这个公司赚了一些不该赚的钱，然后他们在这个店里面也让这个、嗯、<哼>讓这个创、這個、始人啊，就躲在一个地下室这样，嗯、哼哼哼哼然后跟芭比娃娃就碰到。 然后它里面呢、啊，譬如说，呃，那个那个大老板后来有跟芭比见面，嗯，然后他叫芭比就是回到那个，就是呃，娃娃都是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嘛，嗯、<哼>然后有一个透明的那个那个啊、呃、塞尔软片遮起来，然后身上就绑起来嘛，嗯、<哼>对不对？啊、所以他最后会做一个仪式，嗯、<哼>类似像这样子，然后你就发现了，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呃美泰尔的那个老大老板啊，就是、嗯、他就是一个妈宝。 嗯、他就一个什么东西都要问别人，<laughs> 嗯、他连什么东西，比如说他刚刚前面讲说哦，我我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政策不错，怎么怎么，然后后面就立刻有人拿计算机就立刻算出啊、哦、这样子会赔钱啊什么，然后他马上立刻就改口，哦、你就看到就他等等于在自没有自己的定见，没有。我觉得很有趣說，就是他居然敢编剧居然敢这样子写，嗯、就是在笑那个就是呃这个主事者是一个。嗯 可能这个没有大脑的人是对，然后就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是旁边都带了一大堆人，嗯、<哼>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那种形象的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哇，我觉得他们，我看到一半觉得蛮佩服的，就是他们很敢写，啊、就等于在自表，就对了。对，这个是、嗯、这个是让我觉得。 好像仿佛看到那个皮克斯的精神的复活，<laughs> 那再加上更不用讲说，你想想看，一个娃娃世界，一个是每天美好起来，就像那个他会重现很多那个美泰尔这个嗯这个芭比娃娃的广告，譬如说啊滑那个就是芭比娃娃滑那个那个溜滑梯，然后整个是粉红世界，嗯，然后那个海浪，然后海边，然后每天都穿着那个泳衣，然后这边玩，然后见面就是嗨你好，<laughs> 然后什么就是非常的机械式的东西，<laughs> 可是你会觉得哎、欸、怎么会那么有趣？就是。嗯 当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他们所满足的时候，然后你刚才提到，比如说很多小女生不是小时候会有呃帮手，对对对对，對然后你知道吗？穿鞋穿，你知道吗？<對>其实在美国，他们有研究过这个现象，每一个长大的女孩都会有一个芭比的的登朵郎的仪式哦，所以里面会有一个怪奇芭比，怪奇芭比就是就是就是被被画的乱七八糟，嗯、对，然后火就是那个头发会拿去烤火。 啊、然后是整顿什么剪剪衣服啊，什么什么，就是就是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女孩子，她们要长、嗯、长大人的时候，她们就会做这个事情，嗯、就是把那个芭比娃娃拿来毁坏，这样象征一个告别。对对对，啊、然后她也把这个东西也编写到里面去。哇哦，对啊，我就觉得她们很敢颠覆自己。嗯，所以这个电影为什么会觉得你会可以讨论很多东西，比如说父权。嗯嗯，嗯你想想看，一个娃娃世界、嗯、突然肯尼。 他不再是肯尼，因为你还记得那个《玩具总动员》里面吗？嗯，我记得。对啊，肯尼一出现的时候，就我是肯尼，我是肯尼，我是肯尼。他就是就是明明是一个男性，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就会让你觉得说，哎，这样子的的娃娃，嗯，究竟就是娃娃这件事情，其实跟男性好像就比较画不上等号嘛。嗯，哎，可是在这个呃这个芭比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然后，甚至于其实电影没有演，但是我们后来有看到。 芭比他们就是很厉害，他会顺应的时间啊、呃，就是潮流的改变。譬如说推出黑人芭比，嗯，譬如说怀孕的芭比，是，譬如说坐轮椅的芭比，是，然后女总统的芭比<是>，然后还有跟各大各各式各样的名牌，嗯，就是合作的芭比。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肤色、各种啊、呃、高矮胖瘦的芭比都有。然后甚至于、啊、呃，我有给那个就是就是呃志平看，其实。 真正的就是七零年代、八零年代很大批的那个芭比娃，都是在我们台湾的泰山下做出来的芭比。<对>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被报道，很可惜。就是、嗯嗯、呃，现在随着芭比的上映啊，<是>很多人在开始在讨论很多就是芭比的的产业或者相关的问题。嗯、因为这个东西、嗯、等于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就像呃，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新史也是这样子，嗯、或者是海贼王，嗯、就是这些东西它过了一阵子，它沉积下来了。 然后他重新再被人家提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回忆哦，我我我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你不觉得有时候看电影或者看一些作品，我们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是回忆，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我们的经历过的东西是有相关的。<是>所以为什么这个芭比在美国会那么多受受欢迎？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真正在设计芭比的衣服，很多都是男生，嗯、<laughs> 很多都是男性。嗯、然后就像这个店里面演的，其实他真正在做决策的不是女性，是都是男性。 好，所以这个很有趣，<對>就是说，好，我把父权带回娃娃世界，嗯，但是其实现实里面又是全部都是男性在决定这些事情、嗯、所以究竟这个是一个男性在主导，或者一个女性就是独立自主的一个娃娃吗？<是>文化吗？<是>文化现象吗？ 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这个世界到底是由谁来主导？就是由女性或男性来主导？这真是非常值得大家寻思的话题。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制平为您啊、呃、邀请到一位贵宾，那就是资深的影评人弥勒雄来到节目中啊，跟跟大家一块来聊电影。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芭比》这部电影，这是一个真人改呃真人来演这个改编的一个故事。那么刚刚特别提到，这芭比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嗯、因为。因为 其实啊，这个台湾台湾现在是那个半导体王国嘛，对。可是其实以前也曾经是玩具王国。 自行车王国，台湾<灣>王国好多。台湾从来都是以代工闻名啊。對,对对对对，哦、这个 O D M O E M 的区别，我相信大家自己去找了哈。然后呢，呃，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玩具工厂，就是刚你说到的 Mattel，就是这个呃 Mattel 工厂，它在一九六七年就在台湾新现在的新北市的泰山就已经设厂，从、嗯嗯、材料的生产到包装的出口，完全都在泰山完成。从一直到这个一九八七年工厂结束。 数撤离台湾。那当时的这个呃，美 Mattel 的这员工多达数千人，其实还好。嗯、好那么、這個，因为芭比的衣服都要手工对对，對因为它只有那个就是人人类的那个六分之一嘛，对，就大概三十分公三十公分高左右。<對>嗯、然后，可是现在在泰山就有了一个啊，所谓的这个芭比的泰山娃娃产业文化馆，在二零零四年就已经成立了。嗯、各位，如果你真的是芭比。 的粉丝，我觉得这阵子应该看一看，会突然红起来要要看看。哎，等一下，讲到这件事情，<laughs> 哎，那你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有没有穿粉红色衣服？<laughs> <laughs> <laughs> 我觉得可能会重新再再流行一阵子吧。真的，<laughs> 不知道我,我是不是也要穿一件什么粉红色的什么，至少袜子啊。不会，我觉得现在男生穿粉红色已经不会被那个了，因为我们经历过疫情那一战嘛。对。就是戴粉红色的口罩，然后被笑，然后陈志忠部长他就非常的故意，就是跟着他团队就戴着粉红色的口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小孩的教育，對對,对对，真的是如此。就是平权这件事情，更不用讲到说我们都没有长到 me too 吗？可是其实这个东西就会。 我我我觉得都都有，对我们台湾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正向的发展的东西。没错。嗯 提到真人来主演这些改编故事的电影，呃，我们觉得灾难居多哎、欸，灾 <laughs> 难居多。我们不得不提刚刚刚刚的小美人鱼，其实我我坦白讲，可能看过的人都会觉得它是个灾难。<laughs> 然后呢，芭比其实成绩还算 OK 啦，而且票房也好。应该说就是、哦，但是是颠覆这种这种 IP 的东西啊，嗯、你要怎么样去赋予重新的精神？<还>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一部片子还没有演，八月底才要演，在 Netflix 上面的《海贼王》嗯，那也是重。 所瞩目好不好？然后原作者他有亲自去去呃选角跟参与，嗯、<哼>然后他保证说原汁原味，但是现在就目前就是放出来的预告片啊，哦、就是被已经、嗯、也是被大家骂的、欸。他的他的那个作者是尾田荣一郎，那真是响当当的人物哎、欸。 然后这个、呃、赚翻了，对，真的从一而且每一集的那个就是就是剧场版在台湾或者在日本演都是很轰动啊。嗯嗯、我看过其中几部，嗯，那真是好看，好看对真是好看。那、呃、其实这个呃，一九九七年了、啊，这个杂志啊，这个周刊少年 Jump 的连载这个《海贼王》，到现在为止仍然都是人气榜的第一名，嗯、更在三十多个国家有翻译版的发行。那《海贼王》真是。 陪伴了，就像刚刚的芭比是陪伴了很多女生。嗯、那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海贼王》是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涩时代。然后呢，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去期待这个每一部的这个呃这个衍生的作品的到来。那 Net flix, Netflix 可能也是要看到时候演过之后，<对>我们也许有机会再来讨论。对，可是现在因为要<对>要要还是要看过内容，<对>有时候我们骂也是<对>太早骂。有人是从已经露出的预告片来批评、嗯、对对对他说。 太真了，反而觉得恐怖，嗯、就是一个，因为对，到底动漫呢、啊，嗯、你会觉得它就是假的嘛？你觉得它有一点点距离，有一点点不真实，嗯、想象的空间。嗯嗯嗯、可是，因为如果变成了真人的，虽然也知道那就是三 G 做出来的，嗯、就是那个 CG 做出来的东西，嗯、可是，可是我相信啊，一旦是。 呃，这个真人来呈现的话，恐怕恐怕会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恐怖我。我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是成本的问题啦，嗯、就是说像变形金刚，虽然说呃就是千篇一律，嗯，但是你不得不讲，就是他们创造的那些 CGI 的那个效果是相当惊人的。嗯嗯你看你在你在看的时候，你不会不会跟那个背景啊、嗯、跟人啊的那个结合的部分，你不会觉得有任何怪的地方。哦、那当然它的成本很高。嗯。嗯 那呃，就是《海贼王》可不可以用那样子的规格去做，这是一个问题。嗯、对对对对，所以他真的也值得期待了哈。我觉得还是要看过了，嗯、大家也不要太早骂，嗯、反正看过以后再来骂也是蛮过瘾的啊。<laughs> 另外一个不过，不过基本上就是说像，像像圣呃圣圣斗士星矢，对对它基本上故事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偏离太多。嗯，可是问题就是说，有时候。 呃，用画出来的那个美感消失的时候，嗯，嗯譬如说像那个呃，圣斗士最重要就是身上的盔甲嘛，嗯，嗯那你你设计的就是能不能让，就是让让这些粉丝们就是满意啊？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还有它的剧情啊。 这个很多剧情，那个太激烈的打斗，是不是也是一个负面？就是你你你像这一类的东西，毕竟去看这个电影的人，可能年纪不是那么的对嗯，嗯，就可能年纪应该不是像像我们这种老阿伯了、嗯、哈。老阿伯就是因为要看自己的回忆。对，<laughs> 像我们进戏院去看电影，就很多是看回忆这件事情。嗯、刚刚米勒熊讨论，没有，我觉得会更挑剔耶。所以，年纪越大、哦、小朋友可能看热闹，对，可是老人家可能就不一样喽。 会看更多细节。你讲到这个回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今年你看过那个那个玛丽欧》了没？嗯，玛丽欧》也是啊，很好看。但现在还这个，可是玛丽欧》还，我真的期待有一天玛丽欧》这个电影会变成真人版呢。会不会？我觉得应该会是灾难。灾难。对啊。你想想看，那个玛丽欧》可爱就是它的比例嘛，对，就大概二比一嘛。它怎么变大？不是变大，很奇怪啊。你不然的话就是要穿那个，就是那种造型衣啊。 才会好看啊，哦、对，不是你一旦拉长，就像就像那个那个海贼王一样、啊，嗯、你一旦变成真的，像比如比如说那个那个里面的那只鹿，嗯嗯嗯，对，变怎么看吗？<麼>然后美人鱼、嗯、小美人最好笑就是里面那那个寄居蟹居然变成螃蟹，哦，这怎么有办法接受嘞、欸？ 对，哦、<laughs> 然后然后很多经典的唱段啊，它虽然还是呈现出来，但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对对对，就是哎，真的，所以真的一个电影要改编的好不好，这嗯，牵扯到一些观说就是问呃，知名的 IP 你要加以具象化，或者是变成是剧场或者是电影的时候，嗯、其实你要考量的东西可能再多一点点。嗯 就是不要比较激怒那些老粉丝、嗯，嗯嗯，然后你应该能够吸引一些新的粉丝。嗯嗯、所以为什么芭比会变成就是他被讨论的原因在这边？哦、因为其实芭比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也是有别于其他的娃娃，嗯嗯嗯。嗯嗯然后这个电影里面很聪明，他又又又,又用了很多电影梗，嗯哼。嗯譬如说片头一开始就是二零零一太空漫游，嗯、是哦。他出现的是一尊芭比，然后下面的那些猴子是谁？是专门在玩那些。 可爱娃娃的小朋友，嗯，然后他们一看到那个很漂亮的，就是美丽的，穿着比基尼那个呃第一尊的那个芭比出现的时候，穿着黑白条纹的那个连身泳衣的时候，嗯，他们就开始摔他们的那个娃娃，这样，<laughs> <laughs> 你就把二零零太空漫游的那个片段，把它把把它整个翻译成就是芭比的片段，你就觉得好有意思，是就是这个电影本身它有很多的思考，是用电影来去。 怎么讲？重塑这些东西。嗯，嗯好，这个呃，各位，我们今天从美小美人鱼聊到了芭比啊，再从海贼王聊到这个圣斗士星矢，其实这些都跟最近的这个话题有关，就是一部，也许是原来他的 IP 就是经典的动漫也好，嗯、或是一个洋娃娃也好，嗯、那好，那现在如果真的是由真人来扮演，变成一个有剧情的电影的时候。 那么它就涉及到很多创作上的问题，嗯，还有呢，就是它改编的过程里面需不需要呃这个颠覆现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呢，会不会得罪这个老粉丝啊？这些话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很值得讨论。这也是最近我们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很值得大家探讨的话题。你看，比如说像《白雪公主》啊，啊或是《睡美人》，快要演了。对对对，我跟你讲，有有你只要你你他现在因为因为现在就是说。 王子去亲吻那个公主，然后把她救活了。嗯、这个东西已经不符合现在的价值了，嗯嗯、所以他们可能会把它改成说，就是公主是自己醒过来的。我以为<那>他要去亲亲王子，<laughs> 那也一样啊，也也没差。嗯、就就就就像那个那个谁他演的那个《睡美人》里面。 呃，他他后来后来其实是是那个是那个那个母后那个那个妖后、嗯、对去去亲吻那个那个小女孩嗯<哼>，然后让她活过来是，或者甚至于那个妖后可能是一个她最大的养分，是她教育出来的。哎、欸，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一类的电影今天会大行其道？其实因为他的就是最早有那个美女与野兽有关，因为他大卖，所以就大家就开始大行其道。没有，其实。 我我反而会觉得，像譬如说你提到《美女野兽》，我觉得《美女野兽》反而是真人版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哦，因为基本上它里面的故事啊，就是人的环境嘛，嗯、跟社会，嗯、<哼>所以你把它变成真人版，可能还好啊、哦，也对。然后那些什么烛台啊、<呀>咖啡杯啊，嗯、什么它变成真人啊，或者是它变成娃娃，呃，变成那个动画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在呃电影里面去呈现也都是蛮好的，嗯嗯，对，就像《曼哈顿奇缘》。 它真人版之之后的效果其实都很好，哎、欸，你就是有没有赋予新的精神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是，各位真的提到了重点，赋予这个呃，就跟现在的价值观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吧、嗯。是的，是的，對對對要赋予新的精神，让这个电影看起来符合现有的价值觀，不然就是太老旧了。對,對,对，你会觉得就是不然他干嘛干什么干嘛又出来一次呢？<laughs> 对不对？ 啊，哦、你反而像《狮子王》，就是重拍拍成，他们也叫《狮子王》真人版啊、嗯、你觉得你觉得狮子就是有没有人？<laughs> 对啊，你就觉得很有趣。<laughs> 他们片上就宣称说这个叫《狮子王》真人版，真的。来，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为您邀请到资深影评人明乐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电影。我们聊的是真人改编的这些电影，其实。 呃，是加分吗？是灾难吗？各自我们每一个听众自己的粉丝自己去看一看，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